请问所谓灵魂出窍，灵魂出窍真有此事吗？最近科学家以虚拟的方式证实灵魂出窍只是一种错觉，请问如何解释？这个科学家模拟灵魂出现这个现象，我在网络上看到，这同学他下载给我看，这个事情在国内在海外很普遍的，科学家试验不出来，但是他的试验呢也不能说没有完全没有道理，不够圆满，真相呢他还是测不准，像科学家里边测不准定律啊，他有偏差有错误，这个我们应当要晓得，在这个国外也心理医生呢，他们处理这个事件经验非常多，报告也很多，那些报告比科学家这个实验的时候报告的详细，可以多参考。你像在美国最著名的凯西，这是上一个世纪，二次大战之后这之中他过世的，距离我们不算太远。那么最近的这个威斯波斯，他有四本书，在美国在欧洲有很多心理医生，对于这些经验非常丰富，可以看看他们东西，必要的时候呢你也可以亲近他们，自己去做实验，我们澳洲有个同学现在在美国，他就专门找这些心理医生，听说做过好几次实验，他也很满意。